在江湖前面，发誓要扬名立万。Oh yeah, oh yeah。满世界提交简历，找工作花了半年，真不想回家啃老，纠结。我好歹留洋归来，学富且志满怀，定会把巨门打开。Oh, oh yeah。三五个知己好友，江湖一副谐音圈，我已经不想离开留恋。每天被剥削是幻觉，想起该如何解决。坐。哎，你这么着伤口崩开了会落疤的。哎呀，放心，这一点小伤伤不了我的。有一年啊，我跟那个潮流帮火拼，脚筋都砍断了，我夯都没夯过，哪上瘾，长了一个针眼，呱呱呱呱呱呱呱。我疼就说出来，这证明我心态很健康。你是不是从小不打架也难受啊？怎么可能？初来江湖混的，能说话了绝不动手，合适生财嘛。哎，方姑已经把饭做好了，等你们去吃。餐厅少爷，方姑特意为你做了几道拿手好菜。啊，我们回来了啊。好。哎，你娘好像你喜欢我。他是喜欢帅哥。有一年呢，我认识一个，他喜欢的不行了，逼我解散社团去嫁给他。结果呢？分了。我这种人不适合恋爱的。那你跟你前夫关系不处得也挺好吗？废话，不管我怎么任性，他都让着我的。哎，这种男人呢都死光了，剩下的就是公叔这种人家。没意思呀。没意思啊。哎，等等，公叔又泡妞，速度太快了，这也要快，刚一出门就搁街上抄了一个，直接就往回带呀。找谁呢你们？妞呢？啊，哪个妞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就你刚才从街上那个抄那个我从头到尾都看见了，别装啊。别胡说八道，人家是捕快，找我问话的。捕快啊？问什么话呀？不是，咱们被绑架了，他想弄清楚是谁干的。那你直说就完了呗。千万不能说，青城杀的那个老头是东厂的督工。他到了广州以后就失踪了，现在黑白两道的人都在疯狂的找他。哎，对了，青城，你那天来救人的时候跟几个人交过手？三个。武功怎么样？不是一般的差，一招致命，意思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不对啊，抓我们那天十几个高手呢。其实你还说那不是是个人都是高手？不，那几个人真的是高手，他们下手稳、准、狠，组织有序，进退自如，一看就是东厂的高手。那这事也太怪了吧！啊，他抓人的时候都是高手，那看人的时候咋都没了呢？恭喜冷公公，贺喜冷公公，老督公的尸体已经处理好了，您放1000个心吧。把人都撤回来，对外就说这老东西贪污罪行败露，畏罪潜逃。皇上问起来怎么办呢？啊？账本儿哦，老东西贪赃枉法，这就是证据。皇上问起来，就把这个账本呈上去。得令，借刀杀人，冷公公实在是高。那天晚上撤房的时候，都有谁在场啊？全在，都杀，一个不留。那镖局那几个人，先观察一下，万一他们被刑部缠上了。啊？我
让你。老公，别打了。真好玩啊！我又赢了，拿钱来。方姑果然是高手，在下自愧不如。这些事啊，熟能生巧。喂，哎，人家再有钱呢，也是辛苦赚来的，你当呆狼的？哎，行了，方姑难得开心，输点钱算什么呀？他出千呢。我知道啊。喂，你是不是我女嚟噶？手指咬出唔咬入嘅，真系女大不中留。来，方姑，我们再来两把。哎，别理他，他贪赢不够的，输人都会发脾气。我花钱找人陪他打麻将都找不到。喂，俾啲面好唔好啊？如果唔系，我爆你料噶喎。我有咩俾你爆啊？哎，就在那年呢，他跟那个捕快。哎，这等着。对了，米中没中啊？你来干嘛呀？什么人这么紧张？秋月的初恋呢，就是那个捕快呀，免得给他抓到。走，我们到那边去，再来吧。走。哎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可以的。你来干嘛？我现在是两广总捕头，这次来有些话要问。恭喜升官，你随便问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有问必答。九叔的赌场一夜间被捣毁，理由是什么？吃饱了没事做，去运动一下，那这样犯法吗？赌场关了是好事，不过你们当天的行为属于聚众斗殴，按律应当严惩。我考核你了，哎，我替你们分忧。哎，你不去抓那些赌徒和看场子的，反过来抓我，该抓的一个都不会少。至于你，我可以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允许你去自首。你升官，你升官了不起啊？我为民除害，你凭什么叫我去自首？你不想自首，我现在就可以找人抓你。如果你不想被抓，那就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。好，你问。见过这个人没有？哎，青城打那消息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会不会有事儿啊？我觉得事不宜迟，夜长梦多，等青城回来，我们马上回树河。可秋月姐现在伤得这么重，咱现在上路会很麻烦的。要不咱们先走了，然后让她在这多歇一会儿。啊？不行，一起来的就得要一起走。回收拾东西吧，咱们即刻启程。我去接倾城。走。哎，各位，各位这么急是要去哪儿啊？小哥哥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在这陪着你。我是两广总捕头程明章。我是龙门镖局邱璎珞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东厂督公盛公公前日失踪，刑部责成在下查案，希望各位配合。配合？咱俩星座很配，八字很合。哈哈，美人计对我没用的。美人计，美人计。跟我来。这位官爷，这位小哥，美男计也没用。不是，你想吃点啥，喝点啥？要不给你泡壶茶。据目击者称，盛公公前日在此附近出现，而你们正在聚众斗殴。啊！陈总捕头，我们那个是被人袭击，完全属于正当防卫啊！对。你们被抓了之后是如何逃生的？证人、证词、时间、地点呢？听这位官爷的意思，你好像觉得我们是嫌疑犯。盛公公失踪那晚，你们都没有不在场的证据。有啊。我们互相作证啊！哎，我们昨天晚上睡得早，没出屋。今天晚上你在哪儿就寝啊，小哥哥？刑部大牢，有兴趣跟我去开房间吗？手铐、铁链，要多狂野有多狂野。更真是就开房，我没有那么随便啊。来人呐，有，把他们带到隔壁轮流审问。
我们是嫌疑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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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嫌疑犯
你那初恋什么来头？什么初恋？我的初恋就是我的前夫。哎呀，我说就是那捕头程明章，他来了。哦，把我们一个个的搁屋里边挨个审问。哟，你怎么坟场啊？为了升官，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他还叫我去自首了。哎呦，是这样吗？啊，就算我去自首的，我先把他砍死。高一点，高一点。你怎么认识的？街头偶遇喽。哎，龙凤。哎呦，哎呦，赵玉杰。哎呀，最近生意唔系几好，你多多包涵啦。走开。冇事冇事冇事，过两日我搵啲人过嚟撑场。你咧要注意身体，啊，饮多啲酒，瞓少啲觉。谢谢。边位啊你？来抬抬啊！不快，不快怎样？可以光天化日调戏民女吗？你再不放手，我就报官告你性骚扰。随便你怎么告，不过这些钱人家辛辛苦苦挣的，你一个都不许拿。拿着。龙伯，这些钱你收着。我对天发誓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收你的保护费了。这，呸！当时我真的气得吐血，大发雷霆，就派手下去查他的底。手下告诉我，他原来是沧州的总捕头，后来因为得罪了权贵，下放到这儿就是个小捕快。这种酷吏，一心只想上位，肯定会再来找我们麻烦。听说他在沧州当差的时候，把当地的几个大佬都灭了，还顺藤摸瓜挖出一串贪官。这种人千万不能让他进来。我知道了，先来软的，试试看。嗯。龙伯，买单，还有这个蛋打包。哎呦，哎，唔使啦，唔使啦，呢个面呢，我请客啦啊！仲有啊，呢樽酒你带翻去慢慢地饮啦。龙伯，我又不是黑社会，这个钱一定是要给的。哎呦，这个酒呢，您自己拿回去慢慢喝吧。哎，唔使得噶，唔得唔得噶，你啲酒你不收下，我日子就不好过啦。收啦收啦。盛秋月。盛秋月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是我家，我可以告你私闯民宅。哎，哼，既然你懂法，那你告诉我，贿赂官差该如何判呢？判你的头！这瓶酒是我送给龙伯喝的，他送给你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说我贿赂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哎，你去告啊！我告诉你，盛秋月，你以前横行乡里，鱼肉百姓，从今往后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你就休要猖狂！哼，哼，嘎惨，自然不出软的，来硬的吧。秋月姐，他可是官差。官差怎样啊？穿身官服就敢不给我面子，让他去打听一下，这些年来我怕个谁？不嘎呀！好，去找几个身手好的兄弟，去教训他一顿。袭击官差，胆子不小啊！我拧了吧，都给我带回去。走走走！真拧噶？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你仲唔知啊？他们全部被抓进大牢了，连夜逼供，严刑拷打。扑街啊！没想到他居然那么硬，
呦，他何止阴呢？他还毒啊！他诱惑班兄弟说，只要转做污点证人，就可以马上无罪释放。不过还好班兄弟口风都很密，所以他们才被打得那么惨。哎呀，这真是风欲静而树不止。应该是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文盲不可耻，可耻的是不读书，还喜欢转。你个破盖！功夫那么差，还学人家当大姐大呢？你想怎样？你抓我啊？要有证据啊！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你以为你每次都躲得过去吗？你威胁我，你等着，要不你弄死我，弄不死，趁早解散你的帮会，嫁人去吧。你以为你长得帅还来不及吗？他真的长得很帅。从本办成立以来，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丢人。那个眼渣仗着官府身份横行乡里，鱼肉百姓。那我要说是你呀。怎么说话？我虽然收保护费，但我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。这些年来我为乡亲父老摆平多少事，如果他们真的对我有意见的，我也不可能混到今天。说得对，存在即合理，我们永远支持邱元杰。永远支持邱元杰。好，陈明章，你挑战的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整个黑社会的健康发展。我决定亲自出马，把这个人渣重新正法。回来呢，正法回来。陈捕头。哟，秋月姐，下班那么晚了、啊？是啊，你那帮兄弟死活都不肯招，我只能加班加点的审他们了。秋月姐，有何指教啊？没事，只是随便跟你聊聊。来，我点了一些酒菜，边喝边聊吧。可惜我是官差，不能接受吃请的。AA 仔呀，除非你不敢。哎，激将法对我还是很管用的。好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来，这杯酒就是我跟你赔个不是。来，先干为敬。嗯，好酒。那就给个面子喝一杯吧。如果你怕有毒的，来，我先来尝尝。好。对了，你今年多大？虚岁三十。娶妻了吗？还没呢。怎么，你要给我介绍？我喜欢的女孩子是长头发、大眼睛的，有戏吗？没戏。官差收入那么少，你又那么有原则，就那么一点收入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你还是先赚钱再说吧。你想贿赂我？我没那么无聊。陈捕头，我今天找你就是要把话说清楚。我盛臭月是收保护费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欺压百姓，我收的钱都是用在正道上。那你知道老百姓为什么要交税吗？养活你们，让你们去保护他们。既然他们已经交了一份税，为什么还要再交一份？就因为你手里有刀，还是你长得比别人漂亮啊？你，曹玉杰，莫闹莫闹劲啊！官爷赞你靓啊！官爷，何为贵啊？何为贵？好好好，你们慢吃慢吃啊。秋月姐，你知道龙伯摆一天的摊儿能挣多少钱吗？10文。那又怎样？你每个月收他10文，就代表每个月龙伯有一天是白干的。凭什么？他欠你的。我为他铲事啊，我不在，那官府哪有空管他们呢？你知道他们去告状有多困难？我当然知道了。秋月姐，以前你替他们撑腰，从今往后，这些事儿就交给我来干了。这几天我四处打听过了，
你的名声还算不错，百姓也没有一个说你坏话的。就冲这点，你那帮兄弟我放定了。不过前提是要你解散帮会，否则的话我会亲手抓捕你，也让你尝一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希望你呀，好自为之。这酒有问题啊！废话，否则谁请你喝啊？因为你长得比别人帅啊。那你怎么没事呢？谁说我没事？要不要给你一杯还魂酒啊？你绑架官差，罪该万死！我从小就混黑道，但是从来没有杀过人，你是第一个。那应该是我的荣幸了。你想怎么死法？温柔乡里，醉生梦死。好，哎，给他去找个妞吧。不用了。我觉得你就不错嘛，长得漂亮，身材也好，就是不知道手感怎么样。我，sorry， 听声音好像不错。哎，给我拿杯酒吧。啊，爽啊！哎，我觉得啊，还是你们做黑道的好，要啥有啥。哪像我这个当官差的呀，要么就昧着良心跟你们同流合污，要么像我一样整天苦哈哈的，是不是？你的苦都是你自己找的。这样吧，你跟我合作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好，我想要你解散帮会。看来你真的是活够。动手。说还有什么遗愿？我希望大明朝能够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百姓个个活得像个人。你死得好好死吧，搞什么搞啊？啊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你有种自己动手啊，让我死个痛快。好，你真的砍下去了？对呀，这种情况我只能硬着头皮撑住。否则我又怎么管扫地？那你砍在哪儿啊？废话，当然是。你是那个金钟罩铁布衫吗？没有啊。那我为什么砍不下去啊？那是因为你不想杀我。秋月姐，杀人是需要勇气的。你心肠好，又讲道义，在我没犯死罪之前，你不可能杀我。我可以不杀，但是我不能放你。怎么，怕我报复你？你这种苦命，为了升官，什么坏事也会做出来的。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赌什么？放我走，我就放了你的兄弟。此事我再不追究。对不起，我信不过你。那你就养着我吧，再来壶酒，拍个黄瓜。那你去啊。去啊！去啊！去！你俩不去，他妈的不听话了！来，干你老师！后来我娘劝我放人，她说拒绝贿赂的官差做事情应该有底线的。应该，万一要有例外呢？
他是兵，你是贼，势不两立。你猜的没错，总有例外。我前脚放人，他后脚就来我家。你真的好无耻！过奖了，秋月姐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我不追究你绑架官差的罪，但别的罪你得认呐。什么罪啊？等等等，非法组织帮会，收保护费，按情节轻重判8至10年不等。这种事要有证据啊。哎呀，没证据我敢抓人吗？那好，我跟你赌一把。你说。我保证你找不到一个证人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当场认罪，但是如果你输了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麻烦。好，我跟你赌一把。你哪儿来的这种信心啊？哎，我在这里长大的，这里每一条街、每一个店、小摊都是我罩着的。周硕龙伯吧，看起来我是收了他的钱，事实上我关照了他生意啊，给他赚的钱远远不止这个数，所以呢，没人害我的。可是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啊！哼，有我娘罩着，谁敢作证？不想活啊！底牌是这个呀？对啊，我被灌了一个月，他用尽了办法让我开口，最后证据不足，当庭释放。哎，多谢晒啊，老叔。周月姐，你。你冇事啦嘛？冇事，我入边食得好，瞓得好，仲肥咗几磅添。哎呦，咁好咁好！嗰啲官爷唔会再嚟揾你啲麻烦啦嘛？那就问陈捕头咯。谁呀？我们俩的赌约还遵守吗？放心，我说到做到，从今往后，我。本人绝不再找你麻烦。谢了。不过我那帮兄弟就说不准了。哟，他们想干什么，我可管不住。从那天起，他就派人轮流盯防，坏了我几件好事。我才突然想到，这个人一日不除，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。我的华大钱从佛山请了几个高手，一路跟着他。姐，小心啊！仆街搏你啊！我冇做啲咩嘢，佢入唔到我噶。林章，听说你又立功了。对啊，今天刚抄了一批走私大米，都分给百姓了。那是你秋月姐的大米。他跟我斗，我就奉陪到底。争取在半年之内拿下他。儿啊，常听说他是个好人，很照顾乡亲们。以前呢，他还带着人去抗击倭寇，受了不少的伤。你何苦跟他过不去呢？哎呀，干娘，这个社会只需要一种秩序。如果说打着做好事的幌子违法犯罪，那您以后让我怎么面对那些遵纪守法的百姓？你要还是这样下去，会遭到报复。你还记得昌祖那事儿吗？干娘，秋月姐不会的，她是我见过的心地最善良的姑娘，看着粗鲁，其实内心很温暖，很干净。如果她不是黑社会，我真想娶她。听着这话，我就懵了。为啥要蒙？废话，他真的喜欢我的，为什么要为难我呢？小的时候我喜欢过一个女孩，然后我就不停地揪她的辫子。我娘也是这样说。后来呢，我就送米面过去，还陪她干娘聊了很久。没想到那天她就来找我呢。盛秋月，你真是死性不改。神经病啊！你要发什么疯啊？你以为这些东西能收买我吗？我要是那么容易被收买，我还至于落到今天这幅田地吗？
你不要以为钱能买到一切，我的良心，你买不起。别逗了，你这种酷吏也被说良心吗？你这种黑道积极分子也配指责我吗？我考华雷了，你自己受苦就算了，还要你干娘陪你受苦，这是种不孝。我不孝，我会遭报应的。可我如果跟你们同流合污，是不忠。你把百姓的福祉置于度外，是不仁。你带小弟走上犯罪的道路，是不义。你跟你干娘说会娶我，是不三不四。滚开！你这种人，满嘴仁义道德，内心七脏八燥，有你这种棺材在，就是朝廷的不幸。你滚！他真的说过要娶我的。那天以后，他很久没有来骚扰我。过了一个月，我派人去打听，才知道他因为顶撞上司被革职了。儿啊，你吃了吗？我吃过了。娘不饿，粥不多了。你是捕快，你干的是力气活。你要吃不饱，你以后怎么抓贼呀？他早被革职了。你，李师傅，喂，帮忙吧。哎呀，什么呀？米呀。你真是死心不改。跟你说我多少次，你才有长记性啊？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这是贿赂。贿赂谁呀？那又不是官差，我送你一点东西有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了，我跟你非亲非故的，没理由收你东西的。我当你是朋友行不行啊？我没拿你当朋友啊。以前你是官，我是贼，现在你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之间呢就不存在任何隔阂，自己人嘛。糖衣炮弹对我没用的。那美人计有用吗？少来这套，也没用的。我是说这个美人计啊，我数到三，你不吃我就拿去喂狗了。一三，哎哎哎，好好好好，这只鸡我收下，按市场价，我找到工作以后把钱还给你。真啰嗦，随你吧。哎，我来给大妈，你去熬粥吧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要不你唱首歌来听吧。我五音不全的。打个快板呢？不会啊。我会学啊。哎，我是捕快，学快板有什么用啊？我喜欢嘛。你就打一个吧。哎，要不我给你打套拳吧。好啊。嗯，看好了啊。来吃吧，很好吃，我特意买给你的。哎，看不看我打拳呢？看看，从头打啊。最近天气呢比较冷，你要多穿衣服，我生病了。我还没打完呢。对不起。再来啊。后来我经常去看他，无话不谈，那时才知道他曾经是武状元，在刑部做到了四品官，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性格才被吕雉革职。我劝他加入我的帮会，却被他严辞拒绝。某一天他忽然带着一群人闯进我家。住手啊，别动，别动。哎，别动，别来，别动，别动。盛秋月，经过这一段的调查，本官已充分地掌握了你的犯罪证据，现要加你捉拿归案。你可以保持沉默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你不是被革职了吗？我从来没有被革职。这家伙太阴险了。我娘知道这个事情都快疯了，
他说要花钱去找杀手，我说算了吧。你舍不得他？他是独子，他死了，他干娘也活不成。借口，心里边还是放不下。就算是吧。我坐牢的时候，我连花了好多钱，四处找人帮忙，最后判了缓刑。那天是大年初二，我走出大牢的时候，阳光特别刺眼。我就跟我自己说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相信任何官差。我打你个死人头，打到你有血没得头，打你个死人头，真的有钱都不吃我，打你个死人头。你恨死我了。你还敢来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我也恨死我自己了，我错了。你觉得你说这种话有意义吗？你做出这种事还指望原谅？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花了那么多时间，费了那么多的精力，好不容易把你捉拿归案，可你花一点钱就把罪行给抹了。大明朝完了，彻底没救了。到底我做错了什么？你那么恨我？自从抓了你，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生觉。我干娘也因为这事儿差点跟我断绝母子关系。你让我爱上你，却又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你是蛇蝎心肠，你一开始就这么想好的，你要毁了我是不是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啊！来人啊！你要毁了我！来人啊！停啊！别打了。你私闯民宅，淘尽民女，有那么多人证人，我要起诉你。没人会相信的，别人只会以为因为我抓了你，你怀恨在心，所以在报复。我跟你说，你做事那么顺，不是因为你厉害，而是我手下留情。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宋怀大志，你想做一个好官。可是我没想到你会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。我想你大概忘记了我是干嘛的。我在江湖长大，我不做脏事，不是我不做，而是我不想。好，那你就放马过来，有本事你就弄死我。之后我去告他，衙门也很为难，拖着案子不肯受理。我娘就找乡亲们每天去抗议，闹了一个月，衙门也扛不住压力，把他革职了。上路上喝吧。谢谢，不用了。都是自己人嘛，不要跟我客气。来，拿去，算是我想你的。想你的，想你的。你丫有病吧，面玲？你有病。哎呦，说脏话，这可不是你的风格。武状元他也是状元，革了职也不能给朝廷丢人呐。你不用担心，他不会动手的。他动手的，马上报官，也让他尝尝牢饭。打不打？打不打？不敢打。你不会以为你真的赢了吧？废话，难道是你赢了？秋月，我们相识那么久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这一辈子唯一想做的事情，就是重建法治。社会只需要一种秩序，朝廷无能，百姓受苦。就催生了你们这样的人，表面看来是做了好事，不过这些都是饮鸩止渴。你是有私德，造福了百姓，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有一天你们不干了，别人上位干起了坏事，你怎么管？
有我在，他们不敢。你能活一千年吗？哼，你能管得了你的帮派不干坏事，可你管不了别的帮派不干坏事。我是被革职了，是潜规则赢了，咱们俩都输了。后会有期，自己保重。后来听说他去佛山了，我连花钱找关系，给他谋了一个差事，他越干越好。不到十年，已经升到两广总部头了。那他欠了你一个很大的人情啊。是我欠他人情。欠什么？如果不是他那番话，我也不会去反思。后来我去嫁人呢，也是因为相信他的话。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我回来探亲，我们是合法公民，不可以吗？有种抓我啊！你们这次惹的大麻烦，东厂内斗想借刀杀人，连刑部都介入了，再不走麻烦就更大了。这事儿是你负责任，放我们走，你不怕担责任吗？一个太监，没亲没故，没有子嗣，得势的时候人人都扒着他，等新人上位了就没人过问了。赶紧走吧，趁锦衣卫还没来，要不然就彻底走不了了。咋了秋月姐啊，你又郁闷了？还好了，刚回来这种舍不得。你是舍不得你娘啊，还是舍不得陈明章啊？Come on baby, kiss me and hug me。 哎，你们在广东啊，说话小心一点。舅妈，人对你挺好的，否则不会放我们走的。你懂什么呀？秋月姐只想知道那个人到底有没有爱过她。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啊，那纯属逢场作戏。青城马车套好了没有？在前面呢。舅妈你好沉啊。来，多话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广东出了个好大姐，嗓门大，脾气大，虎豹豺狼都怕她，立帮会，犯私言，为咱一方保平安，人人赞，人人颂，劫富济贫为百姓，为百姓。何时还？欠你的情，不知该怎么还。真挚啊，真的遥远，又何必让你为难？此时若注定无缘，又何苦让我心酸？我走过千山万水，只想。何必